大家好，我是 Space Cycle 的 Melissa。 今天啊，要陪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如何让我们的腿部的线条变得修长又美丽，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驾驭紧身牛仔裤。我们先进入暖身的动作，我们把双脚的脚跟分开，是一个半到两个肩膀的宽度，把你的大腿内侧往外延伸，对准第二根脚趾尖，你的双手向前，在你的胸口前方打开大腿内侧，上提，吐气提，稍微开展一下你的髋胯，你来回的做四到八回，最后两次，二 and one。好，轻轻的将你的重心脚带回来到一位，那我们转身哦，你可以扶着你的家里的椅子，那我们做一些腿部的锻炼。这里你将双脚带向平行，膝盖弯，尾椎骨对着你的后脚跟，手指尖在你的心口前方，大腿的根部做外旋，脚跟互推，你好像把你的脚跟到你的大腿的内侧，像拉拉链一样拉上来，你的小腿到你的大腿的内侧，轻轻的夹紧，脚跟往下推，脚跟黏住，再一次，脚球推地，十个脚趾尖延伸哦，胸口延伸往上，脊椎直的。你把脚球推地之后，大腿往外，一样对准第二根脚趾尖，屁眼的动作，再一次夹紧，啊，大腿的内收肌这里会被锻炼到，好像把你的双脚穿了马甲一样，打开往外，再次夹紧，大腿内侧上提。吐气，推延，一样在这里，我们做四回的推延。最后一次，我们留在推延的动作，下腹收紧的尾椎骨对着你的脚跟，轻轻的，尾骨的方向对着你的脚跟往下，轻轻的 pause， 一样是八次的 pause 往下，轻轻的推往外，推，推到第八回以后，我们脚跟踩地，脚球推。踩地，脚球推地，脚跟推地，上提推，最后两次，你提起以后，你用大腿内侧一样内收肌的力气往上的夹夹，让大腿内侧的线条变得紧实修长，轻轻的夹夹，四三二，夹紧吸气，把双腿的肌肉拉长 ，relevé， 吐气，最后一回，大腿内收肌稳定，脊椎拉长，深吸 ，and two， 放松。